解说不到专业声音，有些猥琐的节操问题而第二只为您那下问题下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为您带来的坦克视频解说，这来自于那什么我不认识啊，我的英语老师斯特早，你们直接看字幕吧，他开的一个谢尔曼啊，还有另一个是哥送你回炉开的 T25， 地图是乌蒙凶山标准模式，我们在右下角村里位。好，今天才睡醒呢，声音有点奇怪啊，这个一躺下鼻子就有点堵，我这起来怎么还堵呢？我靠靠靠！谢尔曼这管子，全装的 HE， 你别撞坏。看到那个蟹包子，我想起那个电影了，我想起狂怒，被老虎吊打，当然后面老虎被爆菊了。到这里依然还没有看到人。好，那他这个赶紧高速通过。喂，你小心左边，那边有人出现了。他，你看他这个位置其实很极致，只要刚才那里没人阻挡啊，他一旦到了这里，简直极致到死啊！还加了炮对劲，尼玛！那你干脆把炮对劲跟高光一起加了吧，直接看到人家家里面内裤都看干净了。后面这哥们看，咱们把路口挡住吧。那要回去吗？非常机智啊，还知道让队友过去。这样的玩家在我大国服已经不多见了。成为了这个稀有动物了，就像那个张全蛋，他要保护 Deliver Man 一样。好了，不，两个人好，而且他甩了一发在地上，那个哥们儿到侧面去啊，搞住了。好的，我操，这两人这是神配合呀！我操，激情无限啊，激情无限。然后中间那里是不是要崩了？就那么一个人啊，当然这他可以绕回去的。中间那哥们儿顶了那么久，我还KV2 呀，但 KV2 也架不住人多啊！我估计他还能再放一炮。基友居然死了！赶紧回来帮忙！你要打队友是吧？甩你一脑袋！好，你的车长直接死了。KVR， 你死了我们怎么办？这个傻叉！敌人战车被击毁。没有，他是被火炮击毁的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他自己撞尸体死了，我想他速度也不高啊！我刚骂了傻叉之后，我一想，不对啊！速度不高，这是什么个情况呢？然后一看那个下面那个击杀的名单啊，原来是咱们家火炮干的。你看，他看那边黄鼠狼快到对面家了，想顶出来看一看啊，先把你们火炮给偷了。这时候咱们家火炮赶紧转移啊！304跑得快啊，他倒是这个先跑了，然后好，都开始跑了。这你要是不跑，等会玩完了。他们家里面人还没点出来，点出来了。这个地方非常的机智啊，这边出来啊，可以
搞他们家东西。目标消失。我靠！找下一个目标。圈都没说完，你就能这样搞了？哎，不得了呀！啊，就被他们捐到，直接冲到他们家，而且人数还不少。好，但是我跟你们讲，这个蟹包子只要成员熟练度啊比较高，学习了一些技能啊，再加上通风，再加了输弹机，那个效果可就是啊他这个好像还有点慢，还不是最快的。好像击穿了，差不多四五秒的样子，给了敌人狠狠一击。哎，不过他这个打断够了呀，已经对面已经要吐血了啊！本世纪最烂的战家策略。好，他想把这个人头收掉，全他家的残血。覆盖目标，你不要光给人制造残血，你要收呀。好，有队友机智的制造了一个断腿，收掉。敌人完蛋了。对面一看，我了个草，什么情况？人吓尿了。我们是来这个干人的啊，今天居然被干了。敌方战车被击毁。哎呀，果然是古人云啊，欲干人者先被干呐。哎，这啊，那他这个在中间是来回的中出啊，又到了对面家这里。哎呀，有好东西啊。哎，先点火炮啊，他不出来。我操，不打，打火炮啊，这个总打得到吧。他不知道自己亮了，那发打偏了，目标消失。你找下一个目标。 这口径啊，但咱们这边人也不多。等后面那个杰克逊，哎，下面那59怎么回事？也不像啊，不，那58也不像死人的，四个人头了。难道是家里面这个自动开火的这个外挂啊？然后发动机动力在下降。然后这个刚才收了不少残血货嘛，哎，不然他现在怎么不出来呢？这种情况对吧？大家一起上，那对面这绝壁要死啊！他打的有点远，弹药架被击中，砸谁去了？那应该没有看到我们。好，现在我们弹药架被击中。你先不上去，等一会儿，等这些满血的先上。你上去，万一啪一下你就死了，啊，就神作了。他们说等58，哎，58你终于活了。哎，不，我觉得有问题啊。有些时候其实他已经在动了，但小地图没动。我发现有这种情况，我不知道是录像系统原因还是怎么回事。我之前看到那个，我解说一个地图啊，咱们有人在站家，但是我看见小地图所有人全在外头。然后他走到地图一半的时候，那个人突然一下跑到圈里了。寻找下一个目标。哎，我在想，哎，那说明人家早就进去了啊。这边非常漂亮的，一起拿下了这一盘。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制作视频的是可以通过 QQ 邮箱来联系到 QQ 邮箱是76785588，提醒看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